啊，你敢会晓答应我一件代志？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会踮在我的身躯边，袂离开。那安尼，我咪要甲你讲，互我小考虑一下。这个要考虑啊？好啊，你若阁考虑啊，我就去真累。哪有人参像你这样阿爸？你一条大胆啊！敢搞我查囝咧乌白来？这泰哥就是，都只有想要吃天鹅吧？你白个耶！我小心你怕啦！什么？什么？这，就来是你叫的？我那样是致命伤啊！你要叫你？是你爱啥？你有够卑鄙的咧哈！你心里就安尼真袂赢我。我来孝顺我的早教，你吃较歹的啦。道生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莫讲中气啦。回来哦，你袂好啊，找伊算账。也够你哦，莫给我拄着。你若好啊拄着，你袂一张死甲做歹看。哼，去。师兄，回来啊。师兄。是。爱死边行，无鬼偷走。志宏，志宏，你也凶我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那遐尼啊袂见笑，你安尼假的狗，啊来做起只狗人安尼偷懒去，遐尼啊久你，你是不是贪心偷懒不认啦？我无狗人偷来暗去啊，我一开始只不过是想要甲伊驾驶一下，后来甲伊相处了后，我才去介着伊。你甲我听去啊！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嘞，你嘛咧留咧用探听一下，你安尼糟蹋你家己的名声无大劲，佮我食碗来洗碗我，佮当阿爸佮桌上唱后脚，我无，啥都无。李小姐，就是你暗中甲我通报的，后来你佮传去鉴定室。你敢知讲你来话拍嫉妒，我是了偌侪钱，你知影无啦？我会安尼做嘛，是为着要弥补顶道上你，你错的决定所造成的伤害。你讲啥呀？像是伤害，我才是真正被害者啦！是要你讲啥物人啦？哈，你好。
是饲了只假宝丁。头家，头家。头家，头家，你安怎？免得咱这个加油好了。哼，安尼讲哦，我老家心啊，真正是无甲做。头家，别生气，饮茶啦。秀莲，你实在是我作失望的，无才讲我咧遐气量呢。让你去日本读书，用心安尼栽培你，门当户对人遐尔啊多，你唔叫，你啊叫一个袂紧张的。董事长，志宏伊即摆袂紧张，无代表伊一世人干哪会遐袂紧张啊？啊，无伊是会当创啥啦？因阿公，因老爸交代伊，三代人拢总无出团，讲真歹听，规家拢捡共啦。董事长，你安尼讲，想要看人无啊？志宏，你就勇敢的，头壳骨巧，伊又好，骨忠贞忠义。我相信讲，伊若是拍拼做，骨来做，伊一定出头天的。等我师父万岁，无去一天啦。董事长，莫讲啦，我要你甲我挂保证，对即马去，你一定要带车给你二二。我讲你咧听无？甲我伊啦！我不爱。哎，别激动啊！你是安怎变到安尼啦？我的查囝四年从来都唔敢安尼忤逆我，你是安怎来变到一个人啦？啊！什么人都不用帮助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出去。